三田的心好软好软，如果能够躲在里面多好，我好想躲在里面，偏偏我受伤了。小老鼠，只要你还想画，会每天陪你复健，每天督促你，照顾你，逗你开心，直到你可以画的那一天。听清楚哦，三田的心是这么说的。天分是上帝特别送给你的礼物，你不应该总是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天分。我知道你是天才。我不想做天才，我要尽我全力保护我最爱的人。你该先去把该做的事做好，爱不见得是保护，也不见得是每天都看得见。你的心清楚的，不要逃避，我们一起战斗。不管在哪里，森田，我都会一直一直看着你。小老鼠，如果在你心里你非得把画画排第一，我就永远排名第二。小墓碑。嗯。我要再把小墓碑送给你。不管你到哪里，你都要带着他。森田大师才会一直的守护你，保护你。抓住！欠债还钱。你既然都决定抛弃我，嫁给画画了，欠我100下的 CPG， 打算什么时候还呢？嗯？森田大师说，如果到医院以前，你先还我50下 CPG 的话。你的手会好起来了。100。Thank you.
哟。四、三、五、四、三、五、二、五、一。到了，哈、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还欠我50下还没有还。如果在 CP 秀还没还清之前，你随便跟人家接吻，会走3年厄运哦。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妈妈咪咪哄哄，努那努那去。手都肿了，换个病房去吧。不送你上去了。如果送你上去，并不想动。这一天，我想牵着你，跟你说你最爱你，心加一分钟。就上去好了，拜拜，高老师。森田大使会一直看着你，我也会一直看着你，森田。再回头已经上去了，等我回头，一定会把你接走。因为我已爱上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的。如果我说，那么温柔的森田，现在很可爱。相信这一天，我想跟着你，跟你说你。一个人在干嘛？小玉回来之后一直哭个不停，我都觉得好像是我的错一样，所以不想待在病房里。森田一定更痛苦吧，要你把森田找回来是不是反而帮我倒忙？还好吧，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两个人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玉不是喜欢森田吗？他是很喜欢啊。喜欢，却不在一起，